今天是第32个国际残疾人日，科技助残，让残疾人插上康复的翅膀。在今天的国际残疾人日主题活动中，来自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的机器狗舞蹈表演拉开了科技助残主题活动的序幕。活动现场，科技助残辅具创新创意大赛项目正式启动。大赛以科技助残共享美好为主题，将于2024年面向全国范围内高科技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业组织、辅具服务机构征集创新产品和创意设计。同时，多家康复、医疗、福利机构与浙江强脑科技有限公司等相关高科技企业就脑机接口系统运用科研合作项目进行了备忘签约。多家高科技企业与杭州康复医院、部分区残联签订相关产品和服务合作备忘录，是相关部门负责人为参加活动的残疾人代表赠送智能扫地机器人，将科技产品送到残疾人家庭体验。科技点亮梦想，让爱成为力量。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一起关注和支持残疾人事业的发展。